你不是爱看偶像剧吗？ 如果你是女主角，在偶像剧里，像沈慕清这种深情人设顶多成个男二，女主角得跟男二号结束感情之后，才能和男主开始感情，对吧？你还挺懂的嘛，是吧？毕竟我演过。那你觉得，在你认识的人里面？ 谁比较像男主角？男主嘛，当时我们家叔叔了。没品位。其实，就算你不劝我。 我也是准备要和学长说分手的。他难得有假期，又准备好了一切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可是就像你说的，时间越久，他越会失望。我好像做了一件事对季凡知。我虽然对他不是那种喜欢。 但是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，我一直把他当哥哥。爸妈给我取名声声，就是希望我声声入耳。他们带给我很多爱，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些爱带给我在乎的人，不希望他们难过，希望他们都开心。 离我太近，万一我们又互换了，那就试试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